Michael 这个程式。那要怎么打开呢？可以先按键盘上左下角这颗开始的键，就会到这个画面。这画面可以移动，然后往左移就会找到这个 Movie Maker 这个程式，然后点进去就打开了这个程式。要怎么新增呢？先按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新增视讯与影相片，然后点一下，它就打开了这个资料夹。这个每一段影片都会有标题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加标题。要如何加标题呢？首先先点选影片的第一张照片，然后按常用的这个标题，这里按一下就会有一个黑黑的，然后里面就可以打你们想要的标题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按这里看看我们目前所做的影片，可以先看一下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张照片的秒数太长了，会让观看者就是觉得有点无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每一张相片的持续时间缩短一些，然后先按 Ctrl 加 A 全选，之后呢，到影片工具里面的编辑，这里有持续时间。然后按这个会有很多秒嘛，我们通常做影片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选的都是3到5秒，3到5秒是最适合的秒数。这样就每一张照片维持的时间就是3秒。然后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张照片切换的时候没有动画会觉得很无趣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加动画。然后我们一样可以先全选，之后按影片工具里面的动画，这里有很多种动画可以试试看，可以一个人喜好选动画。对，然后将军插入字幕，就是按常用里面的这个字幕，就可以开始打你们想要对这张照片的说明。我们现在一样可以先看一下目前所做的，那个现在字幕没有动画，照片有动画，当然那个字幕也会有动画，所以我们字幕要加动画。要加动画的时候是先点选字幕这个框框，然后会跑出这个字幕工具里面的格式，这里会有很多种动画。像这种的就是文字翻转很多圈然后之后出来的，然后有这个是从上而下，对。还有，我们做好之后呢，我们要会除按储存影片的电脑，就是按档案里面的这个储存影片，然后按电脑。Movie Maker 这个程式使用起来很简单，然后会使用这个就可以做出一段好影片，像是我的。